今天来到高雄市的真爱码头，也要光荣码头，请问这一只就是梦幻中的小鸭，从小陪我们长大的。 哪里的那个意思？哇，人山人海，高雄市真繁荣，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看黄色小鸭。东国好了。东国。三点钟跟东瓜航白。就是港口出去的话，是叫做台湾海峡，可以远要对岸解救大陆同胞。准备好了，要光荣码头。哇，黄色的小鸭，鲜黄色的，嘴巴红红的，人山人海。 他是那个，好像是。